大家好。見到方國元 Vera 盧鴻琪 Gavin Vera 匹馬 Ruby 在這裡，明明你在溫哥華兩點鐘啊，明明你都真的很多謝你的熱情了，原來半夜兩點鐘你聽緊 MoCat 在這裡了， MoCat 快點出門口了。文文老師 EP 你好，文文在這裡。新年主Come from Mars. Jack Chan, hello. Jackson 都在這裡了，都差不多要出門口了，是不是 Jackson? 黃大夫第一時間報道，多謝鄧建華。 Richard 你好，看完這邊吧。 Richard這邊見到陳強，還有客達士閒話休題了。唉，香港近日的新聞都急啊，股市又急啊，起落啊，各樣嘢奇奇怪怪的現象都好多。不過講翻一個比較嚴肅啲嘅問題，澳門琴日就選出咗，係咪琴日啊？是啦，昨天選出了下一屆新特首。澳人治澳正式畫上句號了。岑浩輝一個人參選，一般我們就叫做委任的，但是大陸叫這些都算是選舉，一人參選，你投票一就投他，有四張投白票的。岑浩輝是什麼人呢？咁你稍微查一查資料，發覺佢係1962年喺廣東中山出世嘅。咁之後一直就喺國內生活，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86年佢係被安排到去到澳門。1990年就去葡萄牙讀法律。93年讀咗三年就翻嚟澳門，入咗檢察院。咁啊，1999年澳門回歸，咁佢37歲就成為咗終審法院嘅院長。嗱，履歷就係咁啦，即係呢啲咁嘅種子球員係安排嘅澳門回歸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行政決定。從此就驚人治澳，咁呢個我哋都幾乎係在前途會談的過程都預料得到，不過澳門先行啦，做熱身先，所有嘢都係澳門容易管理嘅。澳門一直以嚟就算未回歸前都圍繞住一個大檔，嗰個大檔叫葡京，所有嘅揾食就圍繞住依家大檔個運轉。就算你唔喺葡京度做職員派牌巡搶各方面的職位，但你都是會依賴住佢生存的，好似附近的當鋪啊、食肆啊，係嘛？浴室啊，各方的娛樂事業啊，就算你話我是賣水蟹粥咁啦，或者豬雜粥咁，其實都因為香港嚟澳門的人視佢為其中一種地方小食風味。是吧，地方風味的事，即是說他都是因為有個賭場凝聚著，所以容易管理的，澳門簡單的，所有人來到都是賭錢，吃好東西，西南吃魚翅，是吧，跟著去哪間吃葡國菜這樣，喝酒、洗澡、黃色事業，跟著就是賭錢，大有大賭，細有細賭，入那些所謂的賭廳有幾千萬上落，實在2蚊嗰陣時候，我哋初初去嘅時候入2蚊啲角子機，亦都好普及，好多人行個圈入個角子機拍電影都見啦，輸曬全副身家，摸下個袋，臨走前剩翻個2蚊，入個2蚊試一試，一拉，成個澳門響曬。
咁原來發覺你又成為咗，不過冇嘅呢啲唔會發生噶，冇及時雨嘅世界。經人自澳開始先，先行喺澳門熱身之後到香港，咁估計係咁啦。我相信李家超之後嗰位嘅下任特首，李家超唔會連任嘅啦，應該。你唔理你工作能力點啦，你腳頭咁樣，依家香港咁所有怨聲載道，係嘛？你話由咩由亂入治，由治及興嗰啲咧，就你講嘅啫。其實大家你自己喺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依家最埋怨嘅係建制派，咁所以李家超之後應該都係經人自講啦。睇下佢安排咗幾多類似岑浩輝咁嘅人物，已經喺香港熱緊身。其實國安法都一樣嘅啫，都係由澳門開始熱咗身，覺得冇乜大不了啊，咁咪嚟香港咯。但係香港同澳門好唔似，我都話澳門咁多年以嚟，佢係用以賭作為一個軸心，圍繞住個賭場。其實嚴格嚟講，嗰陣時葡京賭乜鬼場啊？一個大檔嚟啫嘛，其實係係嘛？你去過葡京就知㗎啦。唉，嗰啲著住嗰啲派牌嘅人，黑口黑面。撳住你攞嘅嗰啲 tips， 佢攞咗先咁。你如果你真係反對嘅，佢就同你鬧你兩句，係咪啊？彈翻俾你，撲街食，輸死你啦咁。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咁嘅條件之下，但係佢又蓬勃喎，因為成個中國人嘅民族性好到，而中國人嘅世界只有澳門有正式開到嚇。你話香港都有馬場啊，咁佢哋英國人政府認為唔係㗎，香港係一個香港最大嘅賽馬會係慈善事業嚟㗎，贈醫施藥啊，係嘛？香港大學幾多 project 係佢哋 sponsor 㗎，各方面嘅你見到你講到嘅都係啊馬會 sponsor 㗎嚇，包括海洋公園啊，係啦，澳門嗰邊就展示咗未來嘅一個政治走勢。懷念葡國澳門係咪啊？阿Don話係咁講，我都係嘅其實。其實我自己好似以前好中意去澳門，因為過咗嗰個海之後咧，一落船喺澳門咧，就好似去咗另一個世界咁嘅。但係一個鐘頭嘅水翼船、飛翼船啊，其實好方便。一去到之後，你見到成個環境唔同咗。我中意坐佢哋三輪車嘅，一落船咧，咁我哋就會坐上啦三輪車。咁啊，叫車我哋去呢個沙利文。四五十年前，沙利文係比較高級啲嘅餐廳嚟嘅，葡國餐廳。佢喺澳門嘅法院對面，坐喺沙利文，你見到好多葡國人又懶啦，係嘛？佢哋又唔開下晝嘅，好似我印象中喺度食晏咧。跟住啲葡國人喺度飲紅酒，咁啊坐喺度傾閒偈，一副好悠閒嘅南歐風味。咁跟住我會行去媽國廟，媽國廟係啦嚇。咁跟住兜個圈啊，有時信啊信號山啊，唔係叫信號山咁咩山？主教山啊，信號山喺尖沙咀啊，死啊，老人痴呆啊，信號山，主教山行上主教山行翻落嚟，兜個圈啦，行都開心嘅，唔知點解係嚟咗嗰啲地方，上大山巴咁啊，好多啲咁嘅嗰啲二手傢俬店嘅賣。嗰啲八仙桌啊、酸枝啊，又做唔到成套嘅喎，四張凳又唔同款嘅，咁佢哋同佢傾偈啊，咁我都幾舒服嘅。我自己中意沙利文，依家好唔得嘅啦，其實茶餐廳一樣嘅，但係四五十年前坐三輪車去沙利文有個風味，跟住就好似架三輪車可以再叫佢行南環啊，沿住嗰個南環西環咁樣，淨去媽國廟咁轉個圈啦。咁一邊嘅大樹啊，嗰邊就係一個好寧靜嘅海面啊。咁悠閒地生活，我覺得好令人好喜歡嘅。阿氹仔啊，路環啊，好喜歡。咁但係依家好似好似我哋冇去過啦，我都。所以幾懷念嘅，咁但係回歸咗就係回歸咗啦嚇。Hilbert 喺哥倫比亞噶，咁勁噶。利維女同埋山頂餐廳啊，有間咩餐廳我認識得嘅，有幾間得幾間房啊，就喺個露台，我哋嗰度食早餐嘅。風景係咪叫一間酒店嘅？好古老式嘅葡國係咪叫風景？仲有一間係咩防空洞開嘅酒店啊？聖地牙哥我住過嘅，喺個石洞嗰度住嘅喎。行上個二樓有個餐廳咁，總之啲風味香港揾唔到嘅，好舒服嘅。好多謝啊各位先啊 ，Ray Leung 你好 ，Daisy 你好，午安 b
Buddha 你好，依家都好貴噶，邊度貴啊？唔知你講邊度啦。啊 ，Jim 你好，明明 Pick 媽，睇佢個樣好冇運行，你講邊個啊？講阿岑龍浩輝。多謝依家 Hilbert 嘅 sponsor， 多謝 Sam Leung 嘅 sponsor， 阿 Piran Zhang 假選舉真內定，你喺多倫多嘅係咪啊？嚇，李月婷。合家富，多謝 Vivian 你好 ，Gavin 假到連個揾個磅友做場戲都唔敢，唔會噶，佢哋冇得冇風險噶，唔準噶，啊！今次李家超做特首啊，葉劉連申請表都唔準攞噶，唔得噶，所以佢哋唔可以有任何嘅萬分之一、億分之一個風險嘅，依個係佢哋知道結果先俾你選舉嘅，依個係中大陸人嗰個思維模式嚟噶。結果已經肯定了，好，那不要緊，大家投下票吧。如果稍有少少的疑問，你都不要旨意有投票、啊、Ronald、啊、你好，鄧建聰，阿彌陀佛。 Gavin 年輕， Gavin 始終都是好像很後生，好像低我，即跟我們爭了一個輩份，所以你以為他們可以做得好好看看，不用好好看看，但一定要萬無一失。中共的選舉是要這樣Riva 文文 Rebecca 在這裡，一切安好是嗎？李先生安好、啊、一切順利，吉祥如意。 Kit Wong Daniel 這個叫任命，是的，我叫任命，不過他們叫選舉，你又不要爭這些，你知道他們說話一爭就出事了，所以不要叫爭算了Iceman 你好，英國列斯列斯連列斯連嗰度，丹啊你好，多倫多凍咯喎，係咪啊？飄雲張係咪誒已經三兩度嘅咋？即係啲楓葉紅嘅啦，係嘛？即係去 Elkhonkin 嗰邊係咪應該揸車上 Elkhonkin 嗰邊，即係揾個地方住一兩晚咁睇下個即係成個楓葉嗰個層萬疊漲啊！你哋有冇去嘅？其實你哋喺多倫多。他在馬會落重彈藥支持國足走地，哈哈，今晚就對印尼唯一可能的機會了，是吧？最後機會應該說講回節目了，香港零售業寒冬的時候，喂，萬寧真的幫手了，有個萬寧恐襲再踩多一腳，在香港購物，喂，我真的不知道，生活了幾十年，原來有隱藏風險。萬寧的暗角有隱藏便衣保安，他會在你離開了萬寧店，在條街上離開的時候，將你拖回飯店。原來你要證明自己清白，並無偷竊。哇，自從這宗新聞發生之後，我每次是去這些店頭啊，上次去現在上面那間運動店買了一些小小東西，喂，我都拿著那個貨品，因為它是沒有袋子的嘛，就拿著張單，我都很緊張地才來開個店，會不會突然間有人撲出來箍我的頸，要我嘔翻張單出來看看是不是真的、啊、已經給錢呢？最近去這些店頭消費有一些小小壓力，因為我很論盡的，我以為自己嘟了八達通，因為沒有嘟到真的趴街了，那就是吧，在條街上被他拖回入嚟，喂，大佬，我啲咁嘅六啊七歲人，俾佢箍一箍，拖一拖，攞個膝頭哥頂一頂你個背脊，喂，可能我已經成個跟住就瞓牀噶啦。嗱，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個背後 implication 好重要嘅。香港百幾年以嚟，開埠以嚟，我哋係海洋法系嘅無罪認定嘅。首先，我係冇罪嘅。你話我有罪，係你證明我有罪。乜？依家開始原來轉彎啦，從無罪認定嘅海洋法系轉到大律法系嘅轉角啦，啱啱啊轉咗個直角啦。我唔需要證明你有罪，但係你要證明自己冇罪，所以我箍住你條頸，拖翻你入個店裏邊。唔該，你攞翻張單出嚟俾個經理睇睇。因為首先我假設你有罪先。咁我要證明咗自己冇罪。以往香港百幾年以嚟就係話，我一直都係冇罪。你要證明我有罪，你 claim 我有罪，唔該你要舉證。呢個係你哋檢控刑事檢控科嘅責任。不過時代變啊，時代變，笑頭起。
易經講嘅蒼天無言，視之以象，就係講呢啲。國慶流流點會有個的士司機綠的嚟㗎嚇？喺西沙公路撞死一隻牛㗎。嗱，我哋去嗰度地方，即係成日去嗰啲地方玩嘅。你知西沙，西沙即係你嗰度直接可以去到邊度嘅西貢噶嘛，即係大網仔嗰度啊，轉個圈去西貢嘅。咁經常啲啲牛喺度流浪嘅。如果你去到北潭涌嗰就更加多。如果你再落去呢個布袋澳食海鮮就更加唔使講。喂，成日都馬路都有牛，點解有架的士會快到只牛喺個馬路裏邊？你一車撞死佢，嗰頭牛其實係。被人照顧緊，有個頸圈嘅，佢個名字叫做加持啊。加持死咗，只牛死咗，香港死一隻牛，你點樣聯想係你嘅事啦？但係我哋香港同樣時間嘅時候多咗四隻熊貓。嗱，我提一提你，熊貓係熊，熊貓唔係貓。依、這個我諗稍有常識你都知嘅啦，嗰只擺出嚟就係只熊嚟㗎啦嚇，佢係貓熊。其實就唔係熊貓，不過最初嘅時候，因為啊橫排嘅字有人左字右讀，有人右字左寫，寫嗰個寫貓熊，讀嗰個讀熊貓，從此就將錯就錯，叫做熊貓。所以熊貓係熊，唔係貓。死咗只牛，多咗四隻熊，有兩隻係北京送俾香港嘅熊，有兩隻係香港自己生嘅啊。熊貓死咗只牛，多咗四隻熊，牛冇咗啦，熊嚟啦嚇。咁、呢個就係最簡單嘅現象解釋。維多利亞講喺呢個時候竟然出現水龍捲喎、水龍捲喺維多利亞講係啊，即尖沙咀同中環嗰條維多利亞講咧，竟然有水龍捲。咁天文台咧就發嘅稿就係話，佢話係。首次出現水龍捲，香港未出現過嘅，自1959年，自1959年未出現過，定係從來冇出現過咧？咁可能喺記錄上邊，1959年之後先有記錄，所以喺佢哋睇到嘅記錄裏邊係冇出現過，而佢哋理解都係冇出現過。但係 to be exact 就係1959年有記錄以來係冇出現過水龍捲。水龍捲出現嘅時間係中午12:30啊。即是午時，維多利亞港嗰個海峽本來係吹緊西風，但係突然有股偏東嘅氣流出現，一個本來吹開西風嘅維多利亞港，突然間來咗一股唔尋常嘅氣流，東氣啊，偏東氣流啊，咁啊兩個氣流相遇就形成一個漩渦，咁漩渦。帶起咗維多利亞港嘅海水，咁呢個就我哋俗稱叫水龍捲就出現啦。咁啊，水龍捲將維多利亞嘅海水咪捲起帶走咯，就係咁。好啦，到國慶當日啦，特區政府籌備多時嘅無人機表演，因為準備賀國慶噶嘛，係咪？哦，佢話因為當時唔知咩太陽粒子啊，咩天氣突變啊，反正講到最後一句結論就係無法起飛，慶祝國慶嘅無人機2099架無法起飛。楊潤雄佢解釋咗，因為佢負責噶。你聽見楊潤雄負責，你已經知道都實際情況唔簡單。好啦，依兩日冰頭花園啲猴子突然大量死亡，總數係9隻，又係楊潤雄負責噶嚇。喺林鄭時期佢負責教育，喺李家超時期佢負責旅遊啊、文化啊、體育啊嚇。各地比賽唔知點解又贏咗，又播國歌，播國歌嗰啲咁啊，全世界都好似夾埋嚟整蠱香港特區政府嗰一個網上就播咗榮光，唉，總之都係楊潤雄負責。冰頭花園係我哋兒時嘅回憶，我哋以前讀小學去旅行就去冰頭花園，依家一般人就唔叫冰頭花園，叫動植物公園，冇所謂啦，正式名稱你就叫動植物公園。不過我哋個咁樣成長年紀嘅人，通常叫做冰頭花園。突然間大量猴子死亡，琴日就死咗8隻啊！
今朝死咗一隻啊！咁呢個又牽涉 under 楊潤雄嘅啊權力管治範圍就係咁上下啦。李家超今朝喺行政會議開會前咧就好緊張咁講話，要圍堵呢個咁嘅現象先，要盡早揾出原因。咁佢哋喺佢哋嘅行政會係嘛？咁啊將呢件事咧就交託俾楊潤雄局長啦。幾十年嚟一直喺動植物公園，即係冰頭花園。開心地同與民同樂，好受歡迎，好受歡迎嘅呢個猴子群，點解突然間依日死八隻，今朝又死多一隻九隻，咁係咩異象呢？啊，我哋易經講象，掛在你眼前的象就叫做掛，係咪啊？唔好講咁高深嘢先啊，簡單啲一句廣東話，有句好傳神嘅説話，就係馬騮都俾你班友玩死啦。香港一年馬騮都死，咁你睇下你自己點啦？一連串嘅異象喺中共國慶前後，好似寫好咗個劇本咁，輪住上場，輪住演出，係嘛？上天係講緊一個乜嘢故事啊？你問我，我梗係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認為呢啲所有加埋都係總括一句，就國運昌隆啦，上天特備節目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嘛？成立七十五週年，國運昌隆嘅啟示。不過咁，上天講故事咧，總怕你唔明，佢會一再重複用力嘅。大家仲記唔記得九七前啊？九七回歸嗰年啊？啊！遊行花車，年初二喺尖沙咀梳理士巴利度，竟然會發生花車意外。意外就係意外，又冇辦法啊！事前了解嘅，而事前預備到嗰啲咪叫意外。意外即係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冇問題。不過點解一定要出事撞死一個英國遊客嘅花車，叫做明天會更好咧？白花油唔得噶，星島日報唔得噶，旅遊協會唔得噶，匯豐銀行唔得噶，好多花車噶嘛，點解要明日會更好？基金嗰架花車撞死個英國人呢？好啦，到賽馬有死傷都唔使討論，間中偶然都有。香港千幾隻現役馬，點解死一隻叫順利九七噶？係嘛？你死嗰啲叫大領袖啊，啊咩將軍啊，咩維彩啊，啊咩六福臨門啊，福將啊，你唔得嘅咩？你死個順利九七，係嘛？依啲咪叫做笑頭，依啲咪叫做上天嘅劇本咯。好啦，大埔突然間捉樹大批死亡，捉樹死亡前佢會開花結籽，因為佢本來正常嘅啊生殖情況啊。種族情況嘅會係佢喺下邊個地下個枝節裏邊飆芽嘅，但係佢真係要死亡嘅時候，佢會發現啲花結一啲米出嚟嘅粟米，咁啊喺傳統中國嚟講啊，以顯示嘅就係叫做荒年嚟啦，經濟唔好，上天憐憫蒼生，由粟樹自我死亡，開出咗粟米嚟取代正常我哋食用嘅稻米，咁啊傳統民間係咁講啦。好啦。啊！一班有志人士在國內住咗個好輝煌嘅回歸頂，準備綁喺金紫荊廣場，刻曬啲名，各個善長人翁、愛國愛港人士係嘛？出錢出力住一個回歸頂，呢、這個頂起好，準備安放嘅時候，一觸地下，只腳就斷咗，頂接觸福公速奇形屋空。唔使讀，唔使讀依啲嘅，依啲落依啲叫拗詞。不過你見到頂斷咗只腳，唉，你自己聯想啦。總之係嘛？仲有一大扎回歸當日七月一日無端端中午時候嚟黑雨嘅，唉，咁多儀式咁多禮，你又個黑雨，所以就係咁噶啦。你哋自己去解讀《易經》，就係想講。
當民間有問題的時候，至於八月有空，即大自然令形而上就會有現象出現。所以過去中國通史歷朝發生所以這些異象的時候，當時當政的皇帝會率領文武百官走去祭天，下一個叫罪己詔，因為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他的政策錯了，而上天發出一個 warning 出來，他們會這樣閱讀。呢個係中國過去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嘅傳統。咁依家真係唔係講嗰套啦。依家個世紀仲講啲咁嘅嘢啊！2024年啦。咁中國喺伏羲氏嘅時候，未有文字之前，佢觀察個天象啊，而製作八卦。再喺3000年前周文王坐政治獄嘅時候，就整理咗呢本《易經》，叫做《周易》。發展成為64卦，咁咧就係以卦嚟解釋宇宙的運作規律同埋人間嘅法則。咁卦嘅意思就係掛喺你眼前的景象，所以閱讀一個兆頭、一個異象，就係解釋《易經》嘅基本嘅理論基礎。打咗個招呼先 ，Jenny 你好，明明你好 ，Jeffy 你好，倫敦 Jeffy 都 Gabriel 嚇你好你好，阿 Pima 冰頭花園係啊，阿鄧四姨啊係咪叫鄧四姨啊？四姨鄧四姨 ，Jo 你好，Jo Wong 你好，感恩。Hold 曾啊係咪曾力啊？TSEUNG Zheng Hou Zheng S Hou Zheng Zhou Zheng S 死得唔識讀添。好 KY 你好，天降異象 Blues Man Dan OK， 聽四姨你好你好，盧紅旗求人得人依邊打個招呼 ，Gordon 你好 ，Kelvin 銅鑼灣 Kelvin 28人在線呢、這個報數 Kelvin Miley。廖麗明小姐你好，每一集都有聽噶。阿 Kelvin 話：我知道，收到，多謝你。林偉媛 ，Sally， 蘇格蘭 Sally 你好。阿 Sam， 好耐冇見啦 ，Sam， 一切順利啊，股市風雲，希望你能夠啊順利喺呢個啊空途海浪之中能夠有收穫。香港收穫，我翻香港啦。邵錦培先生翻咗香港 ，Mayli 你好。坐三輪車去遊南灣，係啊，我同你一樣，我興趣都係咁啊，好中意坐嗰個三輪單車遊南灣嘅我。K 師聽，好耐冇睇直播啦，因為你好忙啊嘛。Alice 你好 ，Kelvin 好 ，Torres 好，澳本室位全球第二位啊，犀利。Andrew Su Tang Princess 話澳門特首個樣好老，似78、79歲喂，人哋1962係咪喺啱講咗佢個履歷係咩？1962嘅啫喎，好似任梁子虎冇係咪啊？任人年喎，1962係啦，冇錯，任人年啊，屬老虎嘅任梁子虎冇菊花忌，哎，依啲人做鬼都唔靚嘅啦，我成日覺得任官都係麻煩官。行動失誤啊，冇菊花忌。嗱，講翻。頭先個卦象先，一連串嘅卦象都講緊一個總綱領。我哋記住，其實好多嘢可以去到好複雜，但我哋拿實嘅總綱領，越偉大、越重要、越有深度嘅知識係越簡單嘅。你睇下牛頓三條定律，你睇下愛因斯坦嘅啊 E 等於 MC square， 你唔好睇小呢啲啊，係嘛？你睇孔子嘅《论语》，最重要嘅知识系用最简单嘅原则定咗个坐标。我哋记住呢个 point 先。《易经》好繁杂，好多人觉得好苦打一本《易经》，系嘛？64卦，每卦有6只爻，384只爻，跟住有本卦、中卦、互卦、错卦、变卦。最近有同學問：喂，我哋個易經堂就嚟近尾聲咯，咁下個
課程會是開什麼課的？其實他讀了七年，讀了七年現在都還未完六十四卦，他已經關心著下個課程。我說到時先算啦，我自己又不是懂得很多嘢，嚟嚟去去一生人得幾本書，對我嚟講，我只係將我自己做新聞工作嘅眼界見識，遇到過嘅種種不同嘅奇怪人，套入中華文化裏邊易經嘅知識裏邊，希望用呢個角度嚟引入呢個中華文化，等你哋易啲吸收，就係咁嘅啫。談唔上咩一家之言，亦談唔上有咩獨特見解。所以我好堅持我自己唔出書，唔收集我自己嘅文稿，就係咁意思。因為我驚係帶嚟嘅負面多過正面。周易六十四卦，你拿咗個大原則，因為佢用乾坤兩卦開始，乾主昆蟲，乾為天，坤為地。乾卦講天理，坤卦講人生。乾卦用宇宙規律嚟講天理，坤卦用血肉人生嚟展現天理嘅舞台。點解有個坤卦呢？但係乾卦道理太抽象啦。你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喂，你咁講啊，係噶啦。佛家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佢切咁有咩意思啫？咁講嚟係咪啊？你話佛陀有大神通，但無法改變你嘅因果，自因自果。喂，點展現呢啲咁抽象嘅道理呢？孔子說人，孟子說義。人係乜嘢啊？顏淵問人，佢話克己復禮。仲弓問人，佢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人，佢話人其舌啊，收下把口啦，因為非禮勿言啊。大部分人旁邊學唔關佢事啊，別人嘅問題佢都覺得易，總係俾啲意見。是非啊，當人情，收下把口啦。喂，呢啲咁嘅原則道理點能夠展現呢？乾卦嘅天理係乜嘢啊？有陽就有陰，有花開就有花落。凡有生命的都會死亡，所有的相遇結局都是分離，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人間沒有常綠的草，人間沒有不謝的花，人間沒有永恆的愛情，人間沒有不散的筵席。喂，你怎麼說這個道理？你用人間來 present 的，人間就是一個展現天理的舞台，是吗？所以我们在人间到经历我们的血肉人生，不会没有天理，一定有天理，因为人间的存在就是为了展现天理，示范天理的来龙去脉和过程嘛。乾卦讲天理的原则，有花开就有花落，有相聚有分离，你最亲爱的人都会老去死亡，你不可以留住春天，这些都是天理。坤卦就用人间的形势去展现这种天理，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地势坤，君子只能够厚德载物。我哋呢个人间，无论形势点，总唔能够越过天理。呢、这个就系乾主坤从嘅大原则。孔子专程为乾坤两卦分别写咗两篇读书报告，叫做《乾坤两卦文言传》。49年，中共建政，大批知识分子喺全国落嚟香港，其中陈湛荃教授。就在學海書樓，只是講這一個主題，乾坤兩卦文言著疏，就是講這個，就是講這兩篇東西，只是講乾坤兩卦，只是講孔子乾坤兩卦的讀書報告，一講幾十年。這個就是當時亂世知識分子的責任。書劍飄零，
中華文化的血脈斷於一旦，錢穆成立新亞書院，另一批好像胡適之班跟蔣介石去了台灣，另一些就四海飄零，播下了中華文化的種子，在美國、在加拿大、在英國劍橋、在牛津、在歐洲、在德國、在法國，周圍這樣盡他一己之力。這個是承繼著明末當時顧炎武、顧廷林所說的國家興亡欲食者謀之，朝代起起落落關我們什麼事？我們普通蟻民自然有爭天下的人做，這個是國家興亡朝代更替的規律。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文化的血脈斷了，每個人要站回來站在你自己的角色，將這個血脈繼續灌溉。這個就是莊子所說的薪火相傳，文化的火點能夠留永遠燃點下去呢？你給點柴就可以了，誰是柴啊？我們咯。每一個人在朝代的過程之中都是一個薪，即是柴，將自己投入這個文明火堆裡面，這個火就永續生存咯。有些是靚啲的柴，我這些是廢柴。無論靚的柴和廢柴都是盡緊自己的力，用自己了解的拋磚引玉掟出嚟，咁文化個火咪遺傳落嚟咯。我哋唔可以同呢啲錢穆、牟中三、唐君毅係咪啊？陳湛全教授啲相提並論，但有角色、有位置、有睇法，咪盡量將自己呢條廢柴掟入呢個文化之火裏邊咯。其實就係咁啫嘛。好啦。點解叫做文言傳呢？文，文字的文，是用乾坤兩卦的卦辭、爻辭那些文字成為言。什麼叫言呢？是引申做人道理的道理就叫言了。所以文言用乾坤兩卦的卦辭、爻辭發展成為做人道理的學說，所以叫做乾坤兩卦文言。陳湛全的教授就拿來做著作，就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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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可以上他的課去讀這個學問、這個、因為這個是中華文化的學問。你維持下來，我們用中文來思考，用中文來發夢，用中文來講嘢，用中文來書寫的人，就是用這種文化的土壤發展出我們自己的眼界、見識、價值觀和夢想追求。你越豐富了這種文化的內涵，你自己的眼界越高，不是基於一時的眼花撩亂異象而左右了。古人說乾卦易學，坤卦難明，道理很容易說，但人生很艱難啊。跟人相處不是道理就行得通。坤卦文言傳一開始就這樣說，坤自由而动也刚，知正而得方，厚德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卦其顺乎，成天而时行。一开始就是这个气势就是这样。孔子写这段书这段文字的时候，气势就是你见到那种几靓法。我们写稿，我们讲嘢，为什么可以出口成章？我做不到啊！我举例，如果能够出口成章，就因为将这些中华文化深入了解、消化、注入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每一个思想就用这种追求，但是那个旁及所及的就是他们的文章结构和说故事的方法。坤自由，全部阴爻，这个是坤卦。坤卦真的有了，坤自由，但是动也刚。
第一句，坤自由而动也刚。坤卦象征的是土地，象征的是母亲，象征的是我们吃饭的大煲。我们随便咁来举例讲，坤自由而动也刚。坤是自由的，母亲是最温柔，他爱护子女，完全没有讲回报的，理所当然，鞠躬尽瘁，奋身为儿女，儿女的幸福，他的命都是交给你的，好柔，好柔。我们说面干睡湿，是不是？母亲为你吃饭，婴儿时期帮你清洁大小便，喂奶，是不是？24小时扫风，跟住又喂奶，又扫风，又喂奶，又扫风，仲有你清理你嘅啊大小二便啊，清洁身体冲凉，但系动也刚，任何人伤害佢嘅子女，佢同你死过，系咪啊？记唔记得？我哋见到农村啲麻鹰想啄鸡仔，你一只母鸡，母鸡同麻鹰喂强弱太悬殊啩？你唔好理。平時就冇雞完全冇嘢嘅，但你搞得佢啲雞仔，佢即刻伸起兩個翼，一抱住個雞仔就同你死過。麻鷹衝落嚟，佢就向上抵個頭落去，就同你攣過。坤自由而動也剛，知正而得方，厚德主而有上，含萬物而化光。坤卦其顺乎，成天而时行。坤卦的智慧咪得一个字，得一个顺字咯。顺咩啊？顺住个势啊！现实人生只能够顺势而行，冇办法逆势硬干。易经强调嘅时同位就系咁解。你系咩位置？呢个系乜嘢 timing？ 呢个叫做顺，顺势嘅顺，成天而时行。秉承住乾卦嘅天，天理啊，天理嘅宇宙啊，春夏秋冬啊，呢家寒露系深秋啦。喺北边嘅环境，华北平原或者喺美洲多伦多嗰啲地方开始冻啦，枫树全部染红啦，系嘛？呢、这个就叫天时，佢乘住天时而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人间就是秉住天时四季的变化而作出你的行止嘛。秉承住乾卦的天理，但是天理不是大晒，你要顺住当时的形势而进退，厚德主而有上。什么叫主？我们香港人不讲主，我们讲庄，哪个叫打庄？是吧？哇！你喺最近嘅中港兩地股市風雲，係嘛？習近平親自坐低打個地莊，發國債咯，自己買翻咯，俾嗰啲基金保險啊，係嘛？各式的企業用自己的證券抵押翻出嚟，換咗個錢買翻自己的股票，只可以買股票。佢要帶翻起成個股市，刺激翻成個經濟。佢本人打個地莊，我咪叫主咯。厚德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主就係乾坤嘅象徵，即係天理。乜嘢係打地莊？個天打緊莊，唔係你打莊。历史上几多叻人，只手遮天，系嘛？你只楚霸王项羽，犀利啊！血统好，人勇猛，战无不胜。身边仲有一位美人虞姬，一个完美嘅英雄，但系冇办法。你想違反天理唔得，司馬遷嘅見解就認為佢剛愎自用，目無餘子，有泛爭不能用，以至於有該下之位。呢個係
司马迁的阅读，你可以不同的阅读，但是即使条件更好，打庄嗰个是谁？打庄嗰个天是乾理，厚德主义有常，这个就是主坤卦的从，不是盲从，你要跟住个打庄的人，那个是谁？那个是天，那个是天理，人间是天理打庄的。我无论你是什么霸王，都不可以违反这个基本原则，你只能够跟天理走。我哋系从，从乜嘢啊？从天理，因为打紧呢铺地桩嘅系个天，佢用天理嚟打桩，含万物而化光。我哋好似坤卦个大地咁，含有无尽嘅包容，将现实嘅人生、人事、万物包含、含蓄包容，化解冲突、不顺，再化为光明。光系现象，明系本体。由明发出咗光，乾卦系明，坤卦系光，乾坤两个相会交合埋就叫光明。坤自由而动也光，象征地，坤象征地，象征民众，公众平日，人民最逆来顺受噶啦。你叫佢行啊行，叫佢企啊企，叫佢出街带身份证啊带身份证，系嘛？你叫行翻上行人路，行翻上行人路，系嘛？就全部行翻上行人路。你有疑问，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咁即刻收声。喂，群众就系咁噶啦。但历史上面，当政府嘅政策变为暴政，当官逼民反，群众力量一旦爆发，就势不可当。知正而得方，喺人性，我哋嘅人性系直方大，天生系人性直嘅。方是有个依据的，但是我们是跟乾的天理走的。人性就是这样的了，人人都一样，人性本善就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将我们的人性可以修到静，所有中西学问都是修静， meditation 修静，佛教禅宗讲禅定讲静，因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啲乜嘢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呢个就系真心传落嚟俾所有中华文化、中国人血脉读嘅心法，了不起嘅秘密嚟，了不起嘅秘诀啊！唔使周围去揾秘笈嘅，唔知揾乜嘢学者，唔知边度口口相传。你与其信骗子，你不如信真心。所以静是一个过程，一个功夫来的。你能够学到这套程序的秘笈，你才负得起做人的基本责任。什么责任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有责任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在明明德，在亲民，你有责任爱所有人，不是只是你喜欢的人，是所有人。那爱他们做些什么才行？在止于至善，跟他们一起努力做到人间这一转最好为止。其实就是这样，所有学问一样的，儒家学问、道家学问、佛家学问、易经学问，所有学问就是学问，分什么阶你们分的，入大学就是追求学问。你说不是啊，我们有很多 faculty 啊，有很多不同院。分类是只是因为你自己个人的根气长短而分类，但是追求的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学问。所以你喜欢讲因果就讲因果，你喜欢讲仁义就讲仁义，其实讲的东西全部一样。知正而得方，在人性直方大的本质之下，可以修行至正的功夫，规规矩矩学习乾卦天理的智慧。那乾卦有什么天理啊？开始讲每位之爻的爻辞了，由第一支爻爻辞讲起了。第一支爻是讲什么的？坤卦第一支爻叫理伤坚兵字，五粒字，有什么 implication 呢？孔子看到什么啊？孔子说，即善之家必有余庆，
即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神是其君，子是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变之不早变也。亦若李商坚兵至，盖言顺也。嗱，呢个就系第一支牛，一开始走入坤卦想讲呢件事啦。讲咩事呢？从呢五个字，孔子阅读到一件事。李商坚兵至，呢家一脚踏落去，咦，有伤喎、啊！喺古代农业社会唔系一定有鞋着嘅，赤脚踩喺嘅路上边，李商伤嚟啦，系嘛？霜雪嚟啦，呢个时候要做啲功夫啦。你唔做嘅话，到坚兵至。硬难啃的情况会出现了。李商这个就是笑头了。我们成日讲象讲笑头就是意思就是这样了。你一踏下去已经不对路波。那怎么样？那你要想方法咯。因为李商是很容易搞的。商你一脚踏下去用的了。住过外国的人都明白了。现在你多伦多很多听众听着。你李商一脚踩下去商道就是说诶只腳可以融到啲霜雪嘅，因為薄薄地一片，好似砂糖咁嘅啫嘛。一踩落去有個腳印嘅，嗰個叫李商。不過你唔理嘅話，佢順住個時勢到堅兵就嚟噶啦。咩叫堅兵啊？好硬嘅作唔開嘅兵就要嚟噶啦。我以前住多倫多嘅時候，初初唔明啲隔離鄰舍啲外國人。點解成日咁多次鏟雪嘅？你翻工鏟咪得咯？之前佢哋食完晚飯鏟一次，嗰條 driveway 嘅個停車場出嚟嗰條 driveway 鏟一次，呱呱呱有聲㗎嚇鏟。跟住瞓覺前九點零十點零，佢又鏟一次，呱呱呱咁。跟住瞓到兩四個鐘頭後兩點零鐘啦，三點嗰啲，佢又出又起身又呱呱呱，又鏟一次。跟住到真係翻工啦，五六點啦，又再鏟一次次出車，啲鏟唔均咁多次咧。自己住落間屋你就明啦，因為啲雪落緊嘅時候，初初落一陣雪，你好似棉花咁嘅啫，好易鏟嘅，嚓呱呱咁啊鏟咗兩邊度。你話我咁大安子兒，食完晚飯睇下電視，整套嗰陣時啲影碟啊，係咪啊？睇下周星馳，跟住瞓覺。第二朝，喂，落咗一晚雪，啲雪去到個腰度都試過，真係堅冰至你鏟唔到噶啦。因為你鏟落雪要兜高佢去你個膊頭外邊噶嘛，唔係點啊？點上你個草地度啊？你鏟一個行車。即係如果你係一架車房一架車，即係一架車嘅寬度啦。如果兩個車房 double garage， 你係兩個車寬度。喂，點鏟大佬？你下下你試下咁鏟幾下，十次到十下到，你膊頭已經發覺啲雪厚咗、重咗同埋佢實咗嘅，你鏟唔到。咁所以李商堅兵至，即係話喂落雪咯噃，你要處理咯。唔處理會點啊？唔處理佢咪堅兵嚟，堅兵即係你作唔開嗰啲咪叫堅兵咯，堅兵至你就難搞啦咁解咯。孔子話蓋然順也，佢就係順住咁發生嘅。有啲嘢順住咁發生，喺開始嘅時候點解你唔做咧？我哋成日話早睡早起精神好。黎智英同我講佢有四點鐘起身，每日要睇六個鐘頭書。佢話要追翻佢。冇受過教育呢個遺憾，我哋俾佢入學校讀咗多二十年書，佢話佢一定要喺佢人生有限嘅時候追翻呢二十年。呢啲咪就係李商堅兵至，你付出幾多，你收穫幾多，人間冇白流嘅汗。所以孔子閱讀到一件事，原來咩都順住嚟發生。有過程嘅，佢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就必有餘殃。神是其君，子是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早變也。呢、這個就形成咗
呢幾千年以嚟中國人報應文化嘅來源。你話咪知係佛教講嘅因果？喂，孔子時期佛教未東傳噃，佛教初現嘅時候係鸠摩罗什嘅時代，即係魏晉南北朝時期喎。和孔子時期爭差咗好耐好耐喎，春秋到戰國，戰國到秦統一，然之後到楚漢相爭，然之後漢朝有三家鼎足，係咪啊？再跟住先至曹魏開始，到有個司馬懿嘅晉魏晉先分到南北朝。當時鸠波罗什喺天竺先至東渡，將佛經帶嚟中土。喂！你知唔知講頭先講嗰堆嘢幾耐時間啊？係咪啊？中國人講報應文化，早於佛教傳入中國，講因果，但係樣意思一樣嘅，內容一樣嘅，用字唔同啫。但係孔子好強調一個字：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咧必有餘殃。咩叫餘啊？鱼洗唔晒咪叫鱼咯，你有冇鱼虾啊？我哋饮杯咖啡啊！你有冇鱼钱啊？系咪啊？不如买下股票，我哋整个仓啊！我 set 个 portfolio 俾你睇下好唔好咧？鱼洗唔晒，做好善好事嘅家庭家族，佢有余庆嘅，洗唔晒佢嘅福气嘅，代代传俾啲子孙嘅。咁做坏事嗰啲家族系点啊？必有餘殃嘅，洗唔曬嘅呢一代，你死咗之後傳俾你個仔，你個仔傳俾你個孫，代代你都要承擔今日你所做嘅壞事，有餘嘅，有餘慶定有餘殃，就睇下你今日一世你自己嘅啊修行啦。社會道德嘅敗壞，國家政權嘅覆亡，都係有徵兆嘅。在你傷的時候你沒有警覺，事態就會放越下，直到堅冰至，什麼叫堅冰至啊？沒得回轉頭了，用多倫多鏟車房的雪來說鏟不到啊，兩邊硬住了怎麼鏟呢？是不是變了冰就做不到的了。積善之家同積不善之家個家，你我哋小心啲，唔係單指家庭嘅。春秋時代，諸侯稱國，大夫稱家，所以《易經》講嘅家，用現代嘅 wordings 嚟講，就係政黨，就係企業，就係任何嘅組織。當有權勢嘅政黨，有權勢嘅家族，有權勢嘅豪門，有權勢嘅企業。壞事做盡就會造成整個時代的共業，必有餘殃。什麼餘殃？禍國殃民就是餘殃，多餘的，洗不完的。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很片白，不用解的。但不只是說這個內容，這個內容是象徵，為什麼臣會是他的君，為什麼子要是他的父啊？殺咗咁解啊！士即係殺，由下邊殺上面叫士，象徵社會倫理敗壞。一個社會嘅倫理敗壞，非一朝一夕之故，係統治集團立壞榜樣。當大家都慢慢接受咗呢種榜樣，社會風氣就越嚟越糟糕。當人人發錢寒，為錢不擇手段，呢個係一個風氣。風氣唔會無端端出現嘅，一定係。最關鍵、最有權勢的人，由他們開始發錢寒，為了錢不惜任何的行為和手段，慢慢就是導致到整個社會都發錢寒，為錢什麼都可以做，非一朝一夕之故。因為統治集團立壞了榜樣，當大家都慢慢接受，整個社會就全國發錢寒，哪有十億人發錢寒這麼浩蕩的歷史上面。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立而德不孤。依家講嘅第二支爻，直方大，不雜，無不利。
人性個個都好嘅，但係你會一出世之後，受你周圍嘅環境、你嘅處境、階層、家庭環境、隔離鄰舍、當時嘅社會，你喺咩嘢嘅區？你係秀茂坪定係你係淺水灣？你讀嘅係喇沙定係呢個聖玉強中學？嗱，不雜無不離。如果你冇被 polluted 咧，就冇乜唔妥。但人會被 polluted 嘅，所以先有盲目三千，係嘛？點解依家啲人扶老攜幼逃亡地去英國重新建立家庭咧？佢認為佢哋嘅兒女唔可以喺目前嘅環境再繼續生活，佢寧願遠赴天涯，佢仍然開始要適應，為咗兒女，父母任何嘢都冇怨言，兩肋可以插刀。點解？因為不雜會無不利。林鄭月娥當政嘅時候，教育局局長叫做楊潤雄啊，即係馬騮都玩死嗰個啊，即係無人機起飛唔到嗰個咧。體育文化佢負責嗰個啊，喂，喺咁嘅背景之下，喂唔好搞啦，不雜無不利。所以孔子話：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立而德不固，直方大，不雜無不利，則不宜其所行也。有咗以上第一爻嘅警告，第二爻就要教我哋老老實實咁做人，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端端正正，要學習天理，人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效應出嚟啦。社會上善良嘅力量開始互動啦。我善良，你善良，我善良對你，你善良回報我，大家一齊善良，產生咗個影響力，將大眾喚醒咗。風氣就係咁嚟噶啦。我哋要善用自己嘅人性，人性本善。只是後天，因為社會的風氣、買樓的風氣、賺錢的風氣、用金錢決定你成敗的風氣，整個社會的風氣令你污染了，不雜無不利。陰衰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忽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身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我哋依家過嘅一個血肉人生，唔係有道理你就可以做，唔係有道理你就可以講。今日喺香港，我哋有我哋嘅困難。我只識做新聞界，一生做咗新聞界。你可以話我，你都被淘汰出嚟啦，六十七歲人咯，講咩新聞界啊？你都可以咁講，呢個都係一個事實。淘汰咗就係淘汰咗，但係我識嘅只有一科，做嘅只有呢科，思考只有呢科。我識嘅嘢重新再講一次出嚟，希望刺激到你嘅思考咁解啫。但係有啲嘢。政治現實，今日嘅世情，社會嘅人心，唔係淨係你有道理就可以講，人哋都冇興趣聽。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燕，係嘛？唔係你想講人哋可以聽，你用咩一個人哋想聽嘅方法講你想講嘅道理，俾人哋去思考你講嘅道理背後嘅現實邏輯咧？含張可徵，含住咩啊？張張係咩啊？張代表光明，有光明你含住得啦。即使你有道理，即使今日現代、今日嘅政府、今日嘅世情、今日嘅權勢，你即使有道理，你可能只能夠含住，你只能夠等時機，等時機先能夠套你個光明套出嚟。光明都冇資格套，點解你可以講？怎可以你隨便地任性地講中華文化成功不必在我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掌聲中華文化追求的是有終有一個好結果忽敢成也不敢追求有成就
好多人覺得有兩層樓、四層樓好開心，揸住啲股票、揸住啲債券，一兩億身家啊，真係嚇遊下世界真係唔得了嘅呢啲。每個人嘅追求唔同，成就嘅定義又每個人唔同。現實嘅人生唔敢追求有成，成功又不必在我。在薪火相傳的過程，你盡了幾支力就可以，因為時勢可以不利，你勉強有成於一時，結局將會是無終，沒有結局。過去幾年你亦見到很多這些例子，因為有更高的追求，所以忽敢成也，不敢有一時的成就，因為我要追求最終的結局，有圆满的结局，这个才是你人生最高的目标。天地变化，草木繁，天地闭，言人忍，亦曰豁浪无咎无欲，以慨然谨也。去到第四爻了，去到上边，下边三下卦是潮，不是是野，上边是潮，你已经去到上边，去到第四支爻是执政官僚。執政官僚要注意啲咩呢？依支爻嘅爻辞叫豁浪无咎无欲，六粒字，将个袋扎实佢。你要无咎，最紧要无欲，冇人赞你咪冇人弹你咯，冇掌声啊边有泼墨啊，系嘛？有扎师奶中意你，系嘛？當你偶像咁就好多人彈你噶啦，又話乜又話問，又話知又話作，又話你跳舞唔得，又話你唱歌唔得，又話要肚腩有肉，妖係咁上下啦。有陽就有陰，有人讚就有人彈。你靚女一個，第一日翻工有人讚你靚女，喂唔恭喜啦，因為全公司嘅女人都好憎你。覺得你一翻嚟公司，哇！嗰班死仔眼都發曬青光，同埋佢覺得你行一步企一步，斟杯水都無故發酵，非常乞人憎。有人讚咪有人憎咯，係嘛？無咎無欲，所以你將自己扎住喺個籠，好似個袋咁扎咗個口佢，咁點啊？你想無咎，最緊要無欲，冇人讚你就冇人彈你噶啦。你想冇人彈好易，最緊要冇人讚。有一個人讚就個個都彈。佢話孔子話時勢好似天氣變化咁，我哋要接受呢一個天理先。春天到咗啦，氣候調和啦，時運嚟啦，草木欣欣向榮啊！你睇下香港六七年到九七年，個個都向上起嘅。我哋細心睇下香港人，講真啦。大部分人，絕大部分人，中文又唔得，英文又唔得，冇任何專業。你話唔係啊？有幾個牌照嘅，係啊，受保護嗰幾個行業，醫生啊、律師啊，海盜行業一樣，嗰種掠奪法令你好驚愕嘅，係嘛？跟住就拜金、錢、大財團，一美國買樓，你係發展商，你話佢哋依家慘。唉，你照鏡啊，睇下你自己好過啦。幾千億集團嘅發展商投地，賺咗四五十年嘅高利潤，係嘛？佢哋嗰個土地儲存庫，佢哋以前啊，係嘛？視官員如無物。你睇我哋啲官員。杨润雄四百几万年薪噶，你知唔知啊？三十几万月薪，一条细路，港大毕业，廿一岁、廿二岁，你考 A.O. 如果佢收录咗你 ，starting point 65,900元开始，稍為眼耳口鼻齊全嗰啲，做得十零年到已經開始十零萬一個月。四十歲未到，好多已經 D1 D2 20幾萬，
十八啦，唔好話廿幾，十八、十九、二十啦嗰啲啦。林鄭時期已經開始講，其實要香港融入大灣區，其中有一個好辣手嘅措施，就係將香港班官員、公務員同大陸大灣區嘅公務員大家互調嚟使用實習，係咪啊？咁就好啦，香港嗰班十八萬嘅公務員入到去對住東莞啊、惠州啊、江門啊嗰啲政府大樓入去做嘢，個個都知道你十八萬幾、二十二萬幾，佢自己就八千蚊個月，佢睇下你係唔識打關鬥，我睇下你講普通話好定講英文好。睇你電腦好定文件好定寫報告好定 report 好，你話香港精英，個個都話自己香港精英。阿豬阿狗話自己香港精英，我睇下你幾精英？點解啊？點解你哋咁巴閉？隔一條深圳河，你哋咁巴閉嘅？係嘛？香港一個教師，舊舊期期入去已經三四萬。做得十零年四十零歲，通常都五萬幾六萬。我認識得一個教體育嘅，係嘛？幾萬蚊個月。我話你識啲咩運動啊？佢話冇嘅，都係依啲帶下小朋友去運動場啦。咁過咗羅湖咧。過了羅湖那裡的學校都是教體育，有時他們交流，那個體育老師是甚麼人來的？他說什麼國家隊還是廣東隊什麼隊員，不知道什麼東西拿過，不知道什麼東西金牌，那他幾千個月啊？我說他說幾千而已，你幾皮他幾千，你連行山都屈到腳，那個是國家隊還是廣東隊的隊員還拿過國際賽金牌？我說是的，他說是的，制度不同嘛，那就是這樣的，我們過關過去就找些便宜的吃一下咯。為什麼會香港人會這麼抵玩的？你這個人哪裡啊？欸，我們香港英文好，真的英文好，俾你講多次，等多三秒鐘先答。咁我英文係好啊嘛，咁我喇沙咁啊，懵大你知我住得住，咁你黐殼噶啦。英文好嗰啲係叫彭定康嗰啲喎，你嗰啲叫英文好？你去到加拿大邊人講自己英文好？有咩笑 Q 死人啊，大佬！唉，依家喺聽眾嗰啲係加拿大人嚟㗎，係咪？你問下加拿大而家多倫多嗰啲聽眾，佢有冇聽過啲鬼佬話自己英文好？點英文好啊？嚇！你識背曬成套《Macbeth》啊？嚇！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你點融會貫通？我唔講英文啦，講中文好咯。你中文好，你唔好對住大陸人講你中文好。大陸人好鄙視香港嘅中文嘅，佢覺得香港啲殖民地英國人統治之下嗰啲洋奴根本唔識中文嘅。我哋講《易經》講《論語》，佢秒我噶，係咪啊？中文好，你都縮縮地嘅咁啊！你有病啊？什麼《易經》啊？嗱。呢度想講嘅，呢條枝牛想講一件事：天地變化，天地會變化，春夏秋冬咪變化，日出日落咪變化，時晴時雨咪變化咯。天氣好嘅時候，水漲船高，人人都得噶啦。讀書唔成喺新蒲崗整咁嘅爛鬼啊工廠，係咪啊山寨廠？四個人執下五金機又啤下啤下，喂改革開放你咪上大陸順德啊，唔知邊度東莞啊，突然間發覺你有四千工人、六千工人，包二奶都包七個，你憑乜嘢啊？因為好日子啊嘛，
草木欣欣向榮，春天到，氣候調和，時運嚟啦，草木欣欣向榮。但係，有好日子就有壞日子嘅啦，人生有春天就有秋天，有日出就有日落，有花開就有花謝，有相聚就有分離。你淨係享受咗好日子，一有壞日子嘅時候，叽叽吉吉，天地閉塞嘅時候，萬物凋零。唔好講你，即使天下最叻嘅人叫賢人，只能夠忍。賢人去到呢個時代，只能夠忍。忍係隱姓埋名嘅忍啊，忍即係人間蒸發自己，退落嚟隱姓埋名。點解要咁做啊？孔子話：蓋然謹也。呢個時候謹慎係最重要嘅。第四爻喺上卦，你已經係心 body。你已經居於上位，你至少要有自保的智慧。好了，到第五爻，去到上卦，第五爻叫君位，即是一個社會的君，這個是象徵，皇帝，在一個行業最巴閉的一個，是吧？在球場你是球王，在編輯部你是才子，這個呢、这個係點呢？如果用爻辭，得四粒字：皇上元吉四粒字。孔子閱讀到啲乜嘢呢？孔子閱讀到君子王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第五爻係卦裏邊嘅君位，意思係當時處境地位最高的人，可以係大法官。可以是有錢佬，可以是政府領導人，可以是行業裏面的翹楚，可以是明星最紅那個，可以是片場的最巴閉的，你叫導演就得，什麼明星無所謂的，總之周星馳在當時的現場就是最巴閉的，成龍在當時現場就是最巴閉的，李小龍在現場就是最巴閉的，劉德華在現場就是最巴閉的，林子祥在現場就是最巴閉的，最巴閉的一個title 根本唔重要嘅，你問周星馳喺拍緊戲嘅時候，喂你咩職位啊老友咁啊，係嘛？最巴閉嗰、那個咪第五爻咯。坤卦講嘅血肉人生，現實嘅世情係一個處境，唔理地位高低，同人相處都有個難處，你要注意嘅地方。皇上元吉點解係黃色嘅上？黃，每種顏色代表不同的五行和方向。綠色代表東方，象徵木。紅色代表南方，象徵火。白色代表西方，象徵金。黑色代表水，在北方，東南西北。綠色是東，紅色是南，白色是西，黑色是北，只有黃色是土的顏色，是中間的顏色。地位高權力大更加要小心，你有沒有偏了一邊啊？有沒有偏到綠色的東邊啊？還是偏白色的西邊啊？偏紅色的南邊還是偏黑色的北邊啊？你要 keep 住中間，你權力越大，你一言生死，你更加要拿得實。這個是黃。第二是講常，為什麼是常？上邊一件叫衣，下邊一件叫常，上衣下常，意思是地位越高的人，姿態要越低，這樣就大大吉祥，這樣就圓吉了。不要偏頗，姿態要低，咁就大大吉祥啦。修養好嘅人，學問傳達到身體嚟，個面都唔同光彩啊！點解有啲人行出嚟嗰種有光芒四射嘅感覺？中國人話腹有詩書氣自華，點解你讀完詩書唔使上蓮塘走去磨面啊？因為人嘅五臟六腑都通曬。發於外貌都通埋，全身個毛管都通咗。你話冇喎，
要揾現代美容，買咗30多萬咁嘅 coupon 通臨包啊！唔係呢啲，係嘛？入咗會喎，入蓮塘，喂，佢真係好平啊！我哋去捻腳洗牙，通淋巴搞埋個面，整埋個髮啊！你睇我頭型係嘛？剪翻個 layering， 哇！120蚊，再食個80蚊嘅自助餐，50種攞啊，係咪啊？就有牛排，又有魚生，真係冇得賺。呢個係另一種嘅層次，你用熱學問去令到你成個身通曬。我哋成日講天人合一，咩叫天人合一？你學問令到你五臟六腑都通咗，發於外貌，成個人個氣場唔同，氣場唔同，個勢唔同，你唔發覺嘅咩？你唔發覺學問令個人唔同樣嘅咩？佢經營嘅事業一定美不勝收。咩叫事業？咩叫事業？新鴻基地產係企業，搞清楚。郭德勝成立新鴻基地產，佢兩公婆經營得好好，三個仔啊，承住個父母事業，嗰個係企業。高坤嘅光纖事業，錢穆嘅新亞精神事業，我哋搞清楚事業，唔係賺錢，唔係幾多厘，唔係你有咩物業就坐喺度等死等病。是吧，照下內窺鏡，照下 MRI， 睇下個 CT 個心臟三條血管點。喂，唔係呢啲，唔係呢啲，發咗達，唉，冇得休啦，濕靚個鋪有，係咪啊？渣甸山我都有4層樓，揸住2億債券，我個倉股票冇問題啦，我以美股為主嘅啫，388港交所，我幾十蚊買嘅啫，同你講。唔睇嘅，我哋啲上落關講咩事啊？啊，豆呢唔係事業，嗰啲你係好有錢啫。啊，你好似還好有錢，但係唔係事業。事業就好似錢穆咁，死咗咁耐，你講起身話，講起身啊精神，係咪啊？每個人都以呢個為榮。你阿陳茂波一樣用老校長嘅效果嚟講，係嘛？個個及佢嘅都話喂。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我理得你啊，大佬，係嘛？呢啲就係叫分開事業同企業。當你學問好，你要經營一個事業，家庭都係事業，你嘅兒女都係你事業，人好多唔同嘅事業，你自己去聯想，自然美不勝收。好啦，最後一支牛啦，坤卦行到最後。龙战于野，其血愿望8粒字。孔子阅读到啲咩呢？八粒字，佢话阴而于阳必战，阴而心起咗，令到唔系佢而心起，佢令到阳嘅而心起咗。阴系人间，阳系天理，阴而于阳。人間的權勢，人間的行為，令到個天理覺得你當佢冇到，佢就翻嚟揾你。龍戰於野，龍咪就係講乾卦天理咯，野咪就係講坤卦人間咯。龍同野，龍戰於野，龍翻嚟啦，翻嚟人間啦，天理重臨人間啦。佢覺得你當佢冇到啊，疑未必真係冇到噶，佢但佢疑啊。佢疑啊，佢懷疑你當佢冇到得唔得？佢懷疑你當佢冇到，佢就翻嚟。其為其嚴於無陽也，你完全唔當天理啊！你當天理流噶，我都話咯，我哋呢個世界係天理打緊地莊啊嘛，唔係何鴻燊打地莊，唔係習近平打地莊，係天理打緊地莊啊嘛！你當個地莊冇料到啊，佢翻嚟咯。故稱龍炎，成個乾卦都係講龍，潛龍、燕龍、飛龍、亢龍，係咪啊？龍翻嚟啦，天氣天理翻嚟啦，天理翻嚟人間啦，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炎，夫元王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王。人際關係小事唔處理，去到最後就變成劇烈衝突。
孔子講出關鍵係一個字，到底個義字，佢唔信你啊！夫妻之間、父子之間、老闆同員工之間，佢唔信你啊！唔信你乜都出事啦！當坤卦象徵嘅現實人生超越咗應該跟從個乾卦象徵嘅天理，過咗界限，逼得呢個龍，龍咪即係乾卦象徵嘅天理咯，現身同你攤牌。天理同你現實嘅權勢攤牌，戰況一定慘烈，天地交戰，冇贏家。同人相處有一個疑字，就咩都唔使傾啦，咩障礙都嚟啦，子虛烏有嘅傳言都會變成真。老闆唔信你，佢不斷收到風嘅，關於你啲嘢，有黑函啊，有啲匿名信啊 ，email 爆曬機啊。每日翻嚟佢個房秘書俾一沓嘢佢嘅大佬，古古怪怪。佢懷疑你嘅時候，乜都嚟噶啦。夫妻之間係咁，朋友之間係咁，賓主之間係咁，政府同人民之間都係咁。當人民唔信政府，乜都唔使傾噶啦。為其言於無羊也，龍係講緊天理，佢會揾你麻煩。天理懷疑你當佢冇道，佢會揾你麻煩。又未離其類也，人到呢個時候先明白，坤卦一定要翻翻自己嘅類嗰度，你自己嘅角色嗰度。地勢坤，人喺現實嘅環境，因為權勢地位，自以為大到可以違背天理，結果一定引嚟龍象徵啊，即係乾卦象徵天理嗰個叫做龍，那個龍會反噬你。呢個時候先發現乾主坤從嘅鐵律。邊個係主？邊個係從？邊個打緊仗噶？你唔可以違反現實，唔可以違反天理。故稱血緣，到剎唔住車嘅時候，就會付出流血嘅代價。一旦爆發衝突，一定兩敗俱傷。天血係天嘅血係原色，地嘅血係黃色，其血原黃，天地嘅血混雜一齊，意思係情況好慘烈，所有嘅戰爭。冇絕對嘅贏家，人為咗因應現實，妄想脱離天理，最後只有一個結果，就是一定遭天譴。孔子嘅讀書報告就係想咁講：天講理，地講勢，乾坤要合，先能夠生萬物。呢個係不逆嘅法則，一個凹一個凸，一個插縮一個插咗。你要插電都要咁啦。如果完全只按照現實你個人嘅利益、個人嘅慾望嚟行事，為其嚴於無恙也。總有一日會碰到陰而陽必戰呢、這個局面，一定會嚟。你將樓市泡沫，你將股市嘅泡沫當成係真實嘅資產，必戰。你嘅戰況一定好激烈，你一定好慘烈。乾卦講理，坤卦講勢，知理順勢，先至能夠成事，先能夠生生不息。違背天理，你今日再大嘅權勢，都只會冰消瓦解。你嘅股票再多，你嘅物業再好，數量更大，你嘅集團更巴閉，你只會冰消瓦解。呢、這個就係孔子閱讀坤卦文言嘅讀書報告，你可以。隨便找一本書，一本《易經》就會有文言，甚至是直情是文言傳。陳湛傳的屋史，他的弟子找商務出了的，跟幾個兒子，就是周易、乾坤兩卦文言著述。他驚個名嚇親人，所以商務的出個編輯就叫做周易著述算的了。依家商務書嗰啲都買到。你可以看看陳湛傳教授的閱讀，關於孔子這一篇《乾坤兩卦文言傳》。今天講長了，不好意思，我們走了，不再講下去了，拜拜，下星期再會，拜拜。